么我们房子呢，外面要论八方，前面45度，45度，好，前面外面是论八方，里面是论八宫嘛，好，外面论九宫，里外面论八方。那么我们青龙一定要高，但是有一点，青龙高的时候也要注意，水从青龙来的时候，青龙不要高，记住哦，水从青龙来，青龙高的话气进不来。好，我们这里水呢是从白虎来，右边来离卦离宫正宫离宫，从这边来的，好，就是龙边要高，把气会挡住，会挡住。好，如果是左边的龙水来，那么我可以能不能高？可以高，但是你钱赚了，到最后都空空，守不了。啊，龙水来，白虎高，赚钱啊，事业会赚钱，但是钱守不住，而守在哪里花掉了，变成桃花水，叫做桃花水。啊，水一来的话，啊大发，财一来大发，结果呢，自己呢，啊思想也莫名其妙，会被拖了，啊这个好烦恼来。所以，我们呢，这个风水的法则，那和我们人体的结构也完全相符。那么我们前面呢，就是两只脚，两只脚是坤。是坤，坤六段，你们看你们的脚 有几节，一节两节三节嘛，有没有哪一个有增加？是不是我们坤啊，乾呢后面的头是乾卦，乾在哪里？一个两个三个，有没有？这是乾嘛，生命的全年，没有眼睛也走不了路，没有鼻子也不能呼吸，没有口也不能吃，到前三年这年个坤六段六节，两边六节很好玩哦。啊，对卦左手呢就是坎，坎卦，左手我们都是比较柔，我们有时候做生意，你看呢，他左手动的比较多的人，你跟他做生意绝对是比较保险，如果右边的僵了，右的之后呢，你跟他做生意就很麻烦，你要防不胜防，那白虎不能动。好了，再来呢，我们在做生意，你们又要帮朋友看做生意，你要先看他住家，看了风水，看了住家如华，你就可以跟他做生意。如果不如华，不符合风水法则，你跟他做生意，不是他人不好，因为他受这个风水学、自然学，打自己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，力不从心，这糊涂事就一大堆，思考会欠思考。那么你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，那绝对100%守不住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们要帮着指点，你们要合伙，好了，合伙我帮你看一下，两家都要去看。比如说甲呢，这一家呢，他的住家或是祖先风水不如华的时候，叫他改善以后，你们再合伙，这是最慈悲的啦，最慈悲的。如果没有办法改善，那么你们两个绝对不要去合伙做生意，因为两个会伤感情。这一点呢，过去我看了很多很多，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，两个一定不会多久。如果有乙有问题，你告诉乙你要改善，然后两个再合伙去做，不然的话，有头无尾。再接下来要做合伙生意，那么你要告诉他的这个工厂或者公司有什么毛病，也要负我三分之一病。三分之一努力，三分之一风水嘛，三分之一风水没有问题了，你就不要跨爱风水问题了啦，
接下来就是人家要去努力了啦。所以风水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不要破坏感情，不要结恶缘，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。因为我们很多人啊，好忽略了这里，到最后呢，大家伤感情，哎呀，一辈子很难得续好缘，再伤感情，那就很不好了啦，啊，又很遗憾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再来谈风水呢，好，风水左边呢，龙高，但是不能逼，不能太逼。假设我现在一楼在这里二楼，隔壁呢这一栋刚好是十几楼。太高也不行，太高啊，太高了，你的鼻子虽然隆高，那被阴会太盛，水太高了变成阴，反而阴啊，你这离了两三间以后呢，哎，你住起来是最舒服。若是白湖昂起来，右边紧靠右边，这栋房子在这里，这紧靠右边的大楼呢，啊，你看这栋呢。一定鸡犬不宁，百分之百鸡犬不宁，任你修什么法门，求什么主，求什么主啊，都没有用了。这样。2019年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开始报名，课程时间。怀疑我的儿子的老师，啊，他呢，啊，是很虔诚的，我们的教那个教徒，啊，有一天呢。他们买了一栋房子，买了房子呢，白虎高起来，隔壁七楼，好，我们在三十度白虎高斜下来三十度呢，光会照到他的这个家。我孩子跟他讲啊，爸爸，这个老师的住家白虎那么高，隔两间那么高，哈，啊，这样他一定会啊会有无妄之灾。而且右边下来呢，肩膀有一天会伤害在这里。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呢，啊，他学校的他教书很认真，结果学生拿了一个大木棍，后面哗要打下去，抖一下把这个打断了，刚好白虎打这边。后来我们这位老师呢，啊，他到我家里来，这怎么搞的会这样？我说你就是你右边。小孩子告诉我了，你这白虎昂起来，啊，小孩子要告诉你也不敢讲，因为啊，宗教的信仰不同，但是宗教归宗教，环境学归环境学，风水归风水。后来问了怎么办，房子有白虎高了，你进来的门，你转过来改个玄关，改也在九十度就好了，改过来现在已经五六年六七年了，也没有事，啊，就是。白虎怎么样去趋吉避凶？那么我们要买房子，你看到白虎右边，房子右边高的，我们都要注意。白虎高的，如果向出去门外的右边，比那一栋是那一栋啊，不是那一个比如说，比喻是我们的白虎就好了。Yeah. 右边的白虎，这是外面不顺。外面不顺，你在做事业，房子以外外面的白虎方都高起来的时候，啊，你做事业外面都被欺负的份而已。哎，你这个无中生有，官司劫财破财等等都会来，而且那个血光机会特别多。若是只有本栋的旁边高起来，白虎高起来，那伤在哪里呢？小孩子不乖，家中不平安，这事要看远，你看近，近的话家内不平安，远的话白虎的一两百公尺以外，啊，以内就有差别。两百公尺以内的，你个白虎很高的话，你做事业都被欺负。好，那么外就比较轻一点，但是外你要远行出去的是要特别小心。我们帮人看房子。好，那么近，像我们这个中塔，啊，最恰当的角度是45度，啊，龙高45度，啊，这45度呢，啊，这个龙高，啊，
啊，这个45度的龙膏呢是最有力。我们在平常出去的，啊，你就在前面出去的，这个45度的力量，它是完全达到最标准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这个中塔呢，啊，就在龙边45度，因为我们右边圆点的地方，右边圆点的地方，那么叫五黄旗山。啊，圆点的地方，啊，五行齐山右边，啊，右边的地方，好，啊，这右边有五个旗子，五黄齐山，五黄齐山呢，那么这白虎就会很凶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内先保护，在近的地方呢，自己立个东塔，立个东塔呢，啊，能够化解圆的。近的有力，远的就无力。所以我们如果一个工厂白虎方，人家房子比较高，你也没有办法改，那么在你自家的前面，工厂的前面龙边把它立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塔啦，怎么样呢？你可以继任的都可以，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能平衡，近者为王啊，近者为王，远者为客，远方的为客，啊，客比较无力，啊，近者为王比较有力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的，化解，啊，一些，啊，不如法的，化解一些煞气最好的方法，啊，在记得好多年了，到10年了吧，啊，我们跟我们，洪主任他家里的，啊，外面的大门呢，我看一下，你把它龙门搞起来吗？搞起来会比较平稳嘛，啊，这就是个道理。在大陆呢，我也做了很多工厂的龙边，给它高起来就比较稳下来。我们不是要去对某某人、对什么人才有什么争与斗，我们现在求一个中道，让大家能够中道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法门呢，也不是说我要去刻意对谁不利，我们求的两者的中道。我不欠你，你也不欠我，哦，我不伤你，你也不伤我，求得中道就会有善缘呐，啊，哦，不要结恶缘，到底在这里。那我们这个讲堂呢，哈，哦，我们讲堂的地方呢，哈，哦，啊，这个是这个啊，为什么升这么高？平常呢，屋子你要升多高呢？这个要很注意，你要看周围的环境。当你们可以试，哎，我如果这么高的话，我们深呼吸，眼睛闭起来，全部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你从内心去感觉，内心感觉，这里好像那个空气压力还会比较沉重，哎，然后再上来一下，还是要毛毛的，哎，我再上来一下。这站起来就有一种啊，这个心情很清爽，很爽朗啊，这个感觉高度是用这样来配合的。好，那至于这个高度怎么高呢？你我要那说的，最那里的用竹子撑到最上面，撑到最上面，你眼睛你再看张开来看了，他也不伤我。好，我也不必去刻意去回避，这是高度立法。那么你们如果要工厂住家有工厂，那个塔要多高？那么那个柱子要多高呢？你们一定要站在滴水口、滴水的地方，不是在里面哦，啊，站在滴水的地方。易经风水妙法广传。不是站里面哦，啊，站在滴水的地方，你静下来，什么都暂时都不想，放下来，那么你眼睛张开来看过去，啊，看过去这一刹那，啊，你的感觉最重要，啊，感觉最重要哦，不是说我刻意要算几米，啊，那我算到哎20米，啊，那20米刚好加起来，哎，花姐就
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伤啊，我就把它洁净了。好啦，要用这么钟楼，要到底要用哪一种的来做呢？上面最上面无极太极，整个虚空是无极，那个原先是太极，太极接下来里面是两仪，就四象，四个角落是四象，四个角落四象下来是八卦，接下来八卦。好，那么这个两仪呢，我们有两个太极，中也是太极，中太极那两个柱子是两仪，是两仪。好，两仪下来是四象，啊，那么菩萨站的地方也是四象，接下来是八卦，八卦衍生啊，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、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啊，这个钟楼高也要合元运，我们要合这个三年九运。三年九运在我们七运的七八九一二三四，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四律就文曲。哦，这个七运的时候是这个是文曲星，如果叫在三壁的禄存结星的地方，然后你按下去，一定保证事情一大堆，啊，是一大堆哦。啊，以前呢，啊，我们这个还没立的时候，啊，村子里面的哈，啊，一些外来的到这里来，啊，偷东偷西，啊，我就立下去了，这些住户，哎，大家就安定下来了。啊，这个事，哎，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，也可以立。那么这里为什么要安这个钟？因为这个一个湖海星辰来拱照。啊，这个我们所谈的，啊，那个仙佛寺地理记，几万华山贵尊莲，前面的山都是像莲花山，一朵一朵的。几万华山贵尊莲，华山何事隔生烟？华山到底什么原因呢？隔了一条河。好，左仓右库藏屏山后面有左仓右库，啊，以后我跟带各位看，啊，南西北港会岸前，啊，南港西北港西，好，啊，会到前面来，好，啊，湖海星辰来拱照，啊，前面就是像一个湖的海，啊，一个像一个大湖，啊，就像啊，就像波就波浪，啊，这边的山呐，啊，啊，很多山形变成波浪，变成湖海。湖海星辰来拱照，八百阎王列两旁，十四王侯将相地，一脉无边坎未然。啊，九七来朝去之前，啊，龟蛇把门紧固锁，前面是龟和蛇守在门口。啊，可惜生欢雄霸气啊，此地抛荒待之前呐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么滑，啊，我们被无边把门占住了，啊，这个地方呢，等待。啊，你们这一班的闲人啊，啊，来开花，啊，所以老子呢，要我说，此地抛荒待时闲呐，啊，这不止在这里，包括整个的，地球任何一个地方。刚才我们师姐问了说，那两个，里面有一个心经的石头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很多呢。修行啊，很多大师们他们修行也都本着啊，诸佛如来开示的为国修行，为众生祈福嘛。在好像八十一、八十二年，那时候台湾正在闹旱灾的时候，还好台湾闹旱灾啊，啊，近前呢春节的时候，老祖呢就告诉说，你去找一个圆的石头回来，干什么？回来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就叫我把上面心经打上去，一面打心经，一面磕，哦，一面写，一面这样磕，磕好了呢。五月五号，端午节，那时候呢，刚好台湾闹旱灾，全省都闹旱灾。啊，那老祖开始正午时呢，还有一个钟头，那时候正午时呢，要立那个要把气镇住了，整个湖里出来的水啊。湖里出来的水会有这个气接到这里来。那时候我们围墙有个龙头，我们现在有个龙头，啊，等一下接着啊湖里出来的气，啊，那
老祖开示了，正午时几分的时候按上去，三天内台湾就会下雨。结果我按上去了，现在下太阳很大，太阳很大，他就那时候就蒙蒙雨，就开始蒙蒙雨了。哦，大家那时候好几十位师兄师姐很高兴啊，一起来这里祈雨嘛，好，然后就开始下雨。老祖开示三天内会下大雨，所以每次啊要祈雨的时候啊，我们必须来这里心里静静的默祷，祈求老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因为左边是龙，龙又接着湖水来，这个变成一个这个一个消灾啦，化解啦，啊祈雨啊，祈求雨，这个一个点。好，那么当然我们修行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田，进入我们的念里面。啊，自从以后呢，啊，凡是有求雨的，像自来水公司啊总经理，啊，每次没有雨的时候，啊，大家求没有雨，我说总经理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哪一天开始祈雨就好了。啊，麝香案呢在上面叫大家一起来拜拜，我在这里祷告求老祖诸佛菩萨。好，帮你加持，好，给你做功德，有那么下吗？你做就好了。结果呢，好，他求雨以后三天内一定下雨，自来水公司每次没有雨没有水的话，就老师啊 SOS。好，这个是配合风水的法则来设计。